为什么人生要活得那么累，该怎么讨好每个人，没张嘴的满足和留言定义了我是谁，那快乐是不是也需要也配做自己，太有想法有人白眼，而活成那标配，不冒险的人生是否太危险？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，我只需要一次机会，我仔细爱一遍，我相信只是不我相信只是